是不是练过？身手这么好，差点把我们俩给拽倒了。是啊，哎，吓我一跳。哎，那狼怎么还没过来？不会失手了吧？是啊，我去看看。赶紧去。人呢？没有啊。哎，哥们儿。哎，来。哎，你怎么敲我东西啊？帮你们物归原主啊。 记住我跟你们说的，想成为一名国手，身体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本，绝不能轻易输。在剑道场上要全力以赴，离开剑道场要全力以赴的保护自己的身体，听见没有？听到了。 文哥，你的行李我给你拿回来了，这里危险，你赶快跑！哎呀，没事儿，我比他们危险多了。毒枭！你这个家伙没事找麻烦，真是个疯子。 哎，不是疯子，子枫、冷子枫，最不怕打架了。交给我了。小心旁边。啊 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谢谢你帮助我。警察来了，你快走。哎，我报的警。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。这位大神，请先收下我的膝盖。这是什么功夫？怎么一瞬间把他们都解决了？极剑。 这场闹剧终于结束了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好人做到底送你吧。你啊，就是一台会走路的膝盖机，我把你走到哪儿，把麻烦卸到哪儿。来，箱子给我。哎，哦，对了，这附近哪有修手机的？我想修手机。手机坏了，我看看。飞机上的空姐好像把我的手机给弄坏了，从下飞机开始就打不通，也上不了网。看，你手机现在是飞行模式，当然没信号了。 飞行模式，你可不会说你连飞行模式都不知道吧？哦哦，怪不得刚才这里有一个小飞机。<笑>大哥，你是从清朝穿越过来的吗？你皮夹里是欧元呢，还是大清宝钞啊？来来来，这样啊，嗯，好，现在可以用了。哇，女朋友夺命莲花靠啊，这是。 <笑>你想太多了，只是邻居家的一个妹妹。<笑>啊，不管到哪儿都找不到二豪，他到底还能去哪儿啊？对啊，这么晚了还没有他的消息，确实不太妙啊。嗯，二豪打来的，哎哎，我来，我来接，我来接。喂，二豪。
喂，一红，在哪儿啊？你手机怎么没开啊？我手机刚刚弄那个飞什么？飞行模式。那个飞行模式。哦，那你现在在哪儿？我马上去接你。不用，我知道地址的。那个疯子，那疯什么？冷子峰。冷子峰会送过来，没事，待会见。阿豪怎么说啊？阿豪在这儿还有其他朋友吗？走吧，先回家吧。 来，这位妹子所会，凑合用一下啊。 你不会是骑着这个脸才变成这样的吧？怎么可能？哥的技术好着呢。你这用微信钱包还是支付宝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可不收欧元的。还是算了，我等一红过来接我好了。哎呀，行了，跟你开玩笑呢。这大晚上的，别让女孩过来啊，太不体贴了。嗯，尝尝吧。 慢一点，没问题。到了，哎呀，留个电话呗，改天请你吃个饭，不要说不啊，我不喜欢欠人情，行。 关键不是聪明，等会儿啊，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啊。喂，子辰，怎么了？你说什么？我知道，马上回来。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啊。留个电话嘛。 你先过来吃点水果，等二豪吗？42。哇！哇！哎，你比我想象当中好像还要矮一点。嗯，是你长高了。哎，二豪一回来你就扑上去，不怕把二豪吓回法国？你看他这个样子，来，阿姨。 欢迎回来啊！二豪好不容易回来了，我当然来一个欧洲式的热烈欢迎嘛。二豪，无双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你剪头发了是不是？换造型？对呀，因为这样练习比较方便嘛。大家很久不见了，一定有很多话要说，我们边吃边聊。 我刚吃了一些，现在不太饿。那就陪我们吃吧，赵叔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，让我们先开吃。好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们一起吃。走，走吧，走吧。来，我来。吃饭。走。你跟我讲一讲，在欧洲有什么好玩的？来，二豪坐。啊，坐。好。好嘞。 二豪，我替你装一个 QQ 或者 微信 吧，这样联系你朋友会非常方便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用来结账的支付宝，很方便的。装哪儿啊？手机啊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可以啊。那我就帮你装了。好。先来检查一下二豪的电话簿。再检查一下箱子。 马上开饭啦！哦，我来，来，好。啊。
你在这干嘛？哦，我在帮尔豪设定一下手机啊，装好了。啊，快吃饭了啊。嗯，好。尔豪，装好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我一直觉得把时间拿来研究手机很无聊，没想到手机有很多的功能，简单又方便。嗯。哎，吃饱饭要不要来几场？帮助消化。好啊，求之不得。怎么才回来就击剑击剑啊？尔豪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没有摸到剑了，现在肯定已经手痒了。哎，距离我们上次对打已经5年多了，对吧？嗯，5年前我输了你2分，还记得吧？这一次我一定要连本带利讨回来。要打几场我都奉陪。我车子的油都加满了。我还以为我们可以度过美好的一个夜晚，又是击剑，击剑，击剑，击剑。没事没事。好了好了，别聊了。哇，来了，来了。哎，哇。尔豪，你最喜欢吃哪？这个是你辛苦了。开动啦！跟赵叔一起吃啊，还是跟小时候一样。赵叔说了，让我们先开动啊。好好好，是吧是吧。来来来，快吃。那我先吃块鱼。哇，这么多菜。我不客气了啊。你们在干嘛？哥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知道我费了多大劲儿，请拳王猛虎到这儿来打拳吗？你把他的牙打飞了，逗我玩呢？啊！我一个星期的门票都卖完了，你叫我怎么办？刀剑无情，我的拳不长眼。好啊，拳脚不长眼是吧？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拳脚无情，给我打！我求求你，别打！钱是我欠的，你们要怎么样就冲着我来，这个事情跟阿峰没关系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快放开我哥，不然我就报警了！快放！子辰。威胁我！你有本事冲我来，不要伤害我家人。你妹妹做手术的钱是我借给你的，她的命是我给的，我想打就打。你，老爸，别打我女儿，她身子弱，算我求求你了，要打打我吧。放开我吧！放开我吧！我没事。敢打我？干什么？打我什么？放开打！放开我吧！住手！不要再打了！你们至于这样吗？我这20万。作为对你们的赔偿，哼，这不就结了吗？今天看在你的面子上，走啊啊，走。你没事吧你啊？没事，一点皮外伤，都怪我自己没出息，害得你们。你们没事吧？行了，别说了，先回房间吧，这儿交给阿虎吧。啊，走，走。怎么样？哥，你没事吧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把衣服脱了，趴着来。哎，趴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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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看啊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这帮王八蛋下手也太狠了。哎，
药水有没有？在哪儿啊？床头柜的抽屉里。啊。趴好，趴好啊。兄弟啊，这次让你受累了。那20万，我一定想法还你。哎，哪儿的话，这么多年朋友，还不是20万？我说你可真能忍呐！你怎么就不还手呢？以你跟小峰的身手，就那几块料，根本动不了你们一根汗毛。我们打赢了又有什么用？顶多是给对方一个再找上门来找麻烦的借口。我这身子骨还算硬朗。哎，我轻点。但就是这家具，锅碗瓢盆得重新买。还好没伤到筋骨。这么大把年纪，没想到年轻的时候在学校里学的身体保护课呀，这回算用上了。哎，别动。哎呀，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怀念从前吗？那些背负着国家荣辱担任国手的日子。你们休息一下吧，啊，来，姐，擦汗。二号，喝能量饮料。无双，补充点能量，你比我还需要。谢了。法国的训练还真是不简单，没想到几年不见，已经完全不是你的对手了。不过能再次和你对战，真的很开心，很久没有这么痛痛快快的流汗了。能跟我打这么多回合，你的实力已经超越法国一半的选手了。要不要试试看，打一下吧。我已经退出击剑队了。啊？这姑娘呢，现在已经不是振宇的学生了。姨父答应让她休学一年，好好准备出国的考试。现在等放榜就能知道她会不会到英国去读书了。嗯，我相信只要努力，那就一定会有回报的。我一定能考到好大学，到时候就可以到巴黎，你就可以带我去玩了，对不对？我想去卢浮宫、香榭大道，还有巴黎铁塔。但是，我没去过那些地方。啊？我去法国不是去玩的，是去学习。除了宿舍跟练习馆，我哪都没去啊。依依不一样啊，他去英国要学的是建筑设计，当然要多看看那些，开拓眼界。虽然都在欧洲，但是我们却是不同世界的人啊。啊？嗯。二豪，刚刚我的那个进攻动作是不是很有问题啊？你要不帮我指导一下？没问题啊。哎，水给我。哎，你拿一下啊，拿一下。哦，后退，往后退。哎，把你帽子给我，再试一下。
来，就刚刚那个。刚刚你那个刺的动作缺乏了一点速度，再来一遍。嗯，还可以。刺过去。对，再来一遍。早点到就好了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次也多亏你们家的帮忙，钱我们会马上还的。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你哥这次打败拳王猛虎，不知道给我们家小拳馆做了多少广告，而且赚了不少钱呢。哥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呢？你什么金腰带、奖杯、奖牌的，都是破铜烂铁。大哥，这可是你打比赛挣来的。曾经我以为，只要靠我的双拳，就能让我的家人过上好日子，别人不敢来欺负我们。结果呢，在别人眼里我们还是一样，我们就是烂泥巴里的蚯蚓，随便踩上一脚就永远翻不了身。那你能怎么办？比赛是他们举办的，场地也是他们的，只要你还继续打拳，就得受他们的委屈。那我不干了，我不陪他们玩了。妹，我明天就回学校。继续读书，继续升学，我要爬得比所有人都高。有梦想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啊。但是我不是跟你泼冷水，你这成绩实在是……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体育学院啊？体育学院提供奖学金的，你身手不错，真的可以考虑一下。比方说振宇学院。这体育学院不是可以招体育特长生吗？振宇学院怎么样啊？振宇学院可是击剑的最好的学校，而且那个校长赵振宇还得过世锦赛的击剑冠军，不过拳击好像没有吧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去学击剑，我要加入振宇学院击剑队，我要改变我的人生。我为爱而下一个。废物。给。天智，你怎么看？这邓尔豪和我们年纪差不多啊，怎么可以这么厉害？估计连我们一军最强的南明在他手里也撑不了多久。真是个怪物，真是怪物。下一个。下一个。下一个。真
二航，他们的训练怎么样？这么厉害？重剑队跟花剑队的实力还算可以。那佩剑呢？佩剑队的实力不堪一击，勉强能够打进世运赛四强，再上去很难了。我要的选手一个一个被奥胜给抢走，不管是林飞、少康、方乔，随便来一个都行，我世运赛也不会搞得这么辛苦。看来这样子不行啊，开学之前不管用什么方法，猎人头、利诱、挖角的方式，我得找一个像样的配件选手。你真的要考政治学院啊？你要想考体育学校，咱们可以报一个有拳击专业的呀。昨天我看到那欧元哥收拾了一群臭流氓，自己一记拳头都没挨。我想着要学会了击剑的话，是不是也可以像他那样？这样子辰也不用担心我，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政治学院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不会是爱上振宇学院什么人了吧？不是，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不会是粉丝吧？我好好跟你说，和粉丝谈恋爱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。想什么呢？我连他名字都不知道，更别说学校了。不过他姐既然建议我去振宇学院，我觉得只要去了那里，一定可以找到答案。大哥，振宇学院不是说你想考就能考上的，不但要文化测试以及专业通考合格，并且拥有正式击剑比赛前16强记录，你有吗？这不很简单的事儿吗？我多找几场比赛打打不就行了吗？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，拿到5块金牌，这样不就可以光荣入学了吗？大哥，我不知道你是太乐观，还是觉得击剑太简单了。来，滴滴。有一次，我看到我爸晚上自己一个人在看这个，我小的时候看过一次，超级猛啊！不是，你说这是伯父的？这个东西怎么能白天看？得晚上自己一个人在房间看，懂吗？大哥，我把你当成兄弟，我才叫你一块看的。要是被我爸发现，他非弄死我不可。快！声音关小点了，开始了。才30秒就结束了，这男的也太快了吧！厉害了吧？我再帮你播一次啊！哇，你怎么会有这个视频啊？还不是你，昨天说你要学击剑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爸以前有个击剑选手的朋友，他每次比赛我爸都会去看，而且会拿相机给他录下来，然后转成文件了。一直存到现在。哎，能不能拜托你爸那朋友教教我？这你就甭打算了啊！这个人我一次都没见过，我觉得我爸可能早跟他断了联系了。哎，再看看。
虽然都在欧洲，但是我们却是不同世界的人。我的硬盘吗？臭小子，你连老子的东西都敢乱动啊！啊！我爸，是子枫说想学击剑。什么？子枫说他想学击剑。你是说你想学击剑？是。太好了！这可是我珍藏了20年的宝贝，今天送给你了。天哪，天哪，老爸太偏心了吧！我小时候跟你要，你都不给我。你知道个屁！这本来就是他。我是说，他这个练击剑呢，特别讲天分。你小时候我不是没让你去学过，你去了3天就哭爹喊娘的再也不去了。送给你了，叔叔，这也太贵重了吧？啊，子枫，知道贵重就好好练。与其让这把剑锁在暗无天日的仓库里，我更希望你带上它站上剑道，替这把剑的旧主人赢回属于他的尊严。啊，对了，你练剑这个事儿千万不能让你爸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爸呀，怕男人手短，他知道了肯定不让你收。你以后要练啊，就到拳馆里来练。在练出成绩之前，绝对不能让你爸发现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帅不帅？我的东西。哎，干嘛呢？啥回事啊？天气啊，你别怨我多事啊。希望有一天，你的儿子能替你拿回属于你的冠军奖杯。一起吃个饭吧。好啊，先换衣服。你等我。哎，小康，刚才看完白无双的比赛，感觉他的实力跟上个月相比好像又提高了。所以说啊，只有这么厉害的女人才能激起我的挑战欲。
我一定要得到他的心。哎，吃点什么？看看。刚才真是太精彩了，对方三个选手竟然都没有办法从你身上拿下一件。那是因为奥盛学院没有参加，如果对手是奥盛的唐如君或者芦苇，胜负就难说了。跟我去法国吧，如果一红可以去英国学设计，那你为什么不能去法国学击剑呢？还是因为叔叔的关系不让你离开？这里有法国、西班牙、意大利击剑学校的申请书，你看一下。姨父要送我出国吗？姨父，为什么您愿意让我出国学击剑，却不愿意让依依去英国学设计啊？你练剑的时间没有依依长，但是你更有实力站上世界的舞台。身为振宇学校的校长，如果两个女儿都送出国的话，对学校的校誉是有很大的影响。但我也不能自私的要你留下吧。所以依依就必须留下了。姨父，我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带领振宇学院拿到全国第一。姨父，您放手让依依去追逐她的梦想吧。振宇学院的荣耀你不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吗？大部分击剑的高手都在国外。是，但是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认定国内就没有人才啊。你也看到了，中国这些年在竞技场上的变化，还有我姨父就是代表国家队拿过世界冠军的人了。二豪，你既然回来了，真的应该放眼看看，说不定在国内也能找到旗鼓相当的对手呢。我期待。白无双，你是因为他才拒绝我的？你不是跟我说过你只跟奥运冠军交往吗？我是说过我没有谈恋爱的打算，我们是好朋友。邓尔豪，你真从法国回来了？邓尔豪，原来我的情敌是你啊。嗯，跟我决斗？他谁啊？中国青少年佩剑冠军少康。中国佩剑冠军？自从我去了法国以后都没有人才了吗？身为传说中的天才击剑手，连我这个全国冠军你都不敢接受挑战，还好意思说我？我都替你脸红。你的战书我收下，时间地点下个月脉动杯青少年击剑大赛，